同学们好，我是陈萨。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法国印象派时期一个非常伟大非常特别的一个作曲家，那么2018年也是他逝世100周年，这人叫克劳德·德彪西。然后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他的一首非常著名，我相信大家听到也都很熟悉的一个曲子，是叫《月光》。这一首《月光》其实是被收录在他在大概28岁的时候，创作的一个组曲，是叫《贝加马斯克组曲》。这首组曲一共有4首，那么每一首小曲子都是充满了他在人间的小欢乐，非常接地气的一些悲欢离合。那这一首其实曾经被命名的是，并不是叫《月光》的，而是叫《多愁善感的漫步》，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后来他再次在出版之前就把这个名字根据一个诗人叫维尔朗的一首同名的诗，然后被命名为 Clair de Lune， 就是月光。音乐语言它的终极的本质其实是抽象的，它跟一切都无关，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有一种意境，和听到这些声音在空气里慢慢散开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诗意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这一首是非常诗意的一个曲子，是他早期的一个，大概是一个创作风格。我觉得他虽然在后期非常的抽象，他的和声发生着一些变革，但是在他早期其实他是深受着浪漫主义的一种影响，所以有一些梦幻的情绪。比如说我们今天说拿什么东西来最有效的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觉得像在更早的时候，可能是10几几年的时候，由苏轼所创造的那个《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样的一个诗词，其实跟这个是有非常异曲同工之处。你看，就是所有的诗词其实是跟音乐也是一样的，它每一句话字数不一样，但是每一句话可能每一个字都有着一种不同的意境，可以让大家的思绪散开，然后可以变成你自己世界里的一个小的分子。就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它是这样，这个好像是一个问句，连他自己都非常的心潮澎湃，直到这个地方，然后有几个非常微妙的和声变化。到后来也是不断的，就是他的思绪滚向远方，然后到了后来，在结尾的时候，其实是
我觉得也可以跟那个诗词是贯穿一气的。这个很像要离去的一种感觉，就是在曲子的最后的结尾，它需要有一个告别。像不像那个"我欲乘风归去"？